激光啊！哦。二度探访黑沙滩，玄武岩壁。那天风太大了，那天风大到连眼睛都张不开。走的这个行程，看到这个门就知道了，就是铁人行程，有多余时间才会来，没有多余时间可以放弃的行程。翻进去就免了。转型在吃啊！来这个瀑布不容易，来回也是要走3公里多，但蛮值得的，路没有很难走。这几天风太大。激光啊！哦。